生肖鼠、马，一个人有他的时代，有他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有这样的成功。创业者不能重走别人的路。我跟所有人一样，一开始榜样是盖茨、李嘉诚，后来发现他们不是的榜样，没法学习，太大太强。真正的榜样一定在你附近，你做小饭馆，榜样就是斜对面的小饭馆。属鼠的人，天分霸气，很有气势，并且有勇有谋，善于规划，才能拔尖，颇受领导的欣赏和眷顾。到了2018年财运大旺，他们不但是作业上更为顺利，并且在财运上正财偏财都爆发，赚钱多，攒钱多。属鼠的朋友在2018年他们存到了终身都花不完的财富，富有富有，不缺金钱，日子过得旺，有贵人相助，同时因自己急于求成操之过急，同事关系紧张，小人也暗暗作祟，犬蛇牵动口舌是非，所以凡事应多寻求沟通与合作，不要因为一些琐事而与周围人产生芥蒂，尽量将人为因素的阻碍减小到最低位移。生肖鼠的朋友性格豁达，脑筋精明，文武双全，精力充沛。盛大往后，在贵人的协助下，属鼠人就开端连连走好运，官运和财气都有显著前进，大富大贵之中仍是名利双收，工作场上多有新机遇，把握住了就不愁赚不到大钱，日子更是如虎添翼。9月8号后财运大逆袭，横财偏财一起来，能够一夜暴富。属鼠人士绝大部分都已是家庭事业都趋于稳定的成熟鼠，今年信心十足，朋友也会鼎力相助，会有非常不错的运势。鼠年出世的人拥有的性格特点中最让人形象深入的就是他们的耐性和忍耐力以及顽固的情绪，这些性格特点会让他们在年轻时期吃到不少苦头，但是在进入晚年之后往往能够获得令人羡慕的工作成果和幸福日子，因为他们的确需求经过时刻的锻炼来改变自己关于工作和日子的认知情绪，如此一来才能够在晚年之后奋人超卓。属鼠的朋友具有包容心，心胸广大，天生比较聪明机敏，总能想到许多点子。下半年9月审边关的天马吉星照射，到时运势畅旺，财源滚滚，假使把握住好运，日子将会开端新的篇章。别的生肖鼠的人因而好运，工作上带天时地利人和支持，不久的将来高人一等指日可待，定能至满足的。属鼠的人9月整体运势有很大的进步，要留心掌握机遇。属鼠人的作业公牛吉星八座和天厨入宫，利于作业展开，自己的才华得以发挥，作业热心高昂，也能得到公司领导赏识，职位和权势有进步的空间，又升职加薪之喜。从今天开端，生肖鼠的他们财星入门，赚钱简略，财源是一日千里，步步高升，能得遇到贵人指点，万事顺畅，有大收成，一辈子富有不愁，财富不速之客，事事满足，日子润泽。打金术九月顺顺利利，欢欢喜喜，红红火火。祝愿属鼠的朋友财神亲自来送福，快来接喜纳福，也请你们替身边属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送上最亲切的祝福，点亮下方并转发即可，祝福你们喜报三元，吉祥如意，招财内福，身体健康，万事大吉。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